暗夜想关联，魔法学院校车，立雀。我不要玩美国之光啊，这个好了。欸，我觉得18有点太亏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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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唉，我觉得18的亏太大了，12是极限的啊。别人这样亏下去会跌破1:10。嗯。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款游戏，我觉得它的金币已经不是重点了。重点是邮票的收集啦。OK 啊。怎么算中大奖啊？